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笑电影网《变形金刚4》演员招募的特别节目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。哎，在之前的爱上拍摄中呢，我饰演的尖酸刻薄的田会计，而今天在这样一个悠闲的环境里与你见面，相信一定是第一次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爱上的特别节目将进行五期，100名的帅哥美女在这里通过封闭培训啊，进行表演课程的专业训练，他们呢也将通过100进40、40进12两轮的淘汰赛，最终产生12强。比赛越残酷，我们的节目就越精彩。我是来自台湾深圳、北京、安徽、黑龙江、湖北、温州、北京、成都、哈尔滨、新疆。那么这里呢，就是我们变四选手集中培训的地方，景林园宾馆。我们要特别感谢北京通达资产管理集团对我们活动场地的大力支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中文名字叫刘英，然后我现在就是在这个会场，就是现在要参加的是《变形金刚4》中国演员招募的活动，然后今天已经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小安，然后我从台湾来参加这次变形金刚4的动作指南的角色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觉得我都会全力以赴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林聪聪，我来自浙江温州，我这次来是参加变形金刚4演员招募活动，我的角色是可爱萝莉。大家好，我叫韩笑，来自江苏南京，然后刚刚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，我竞选的角色是技术宅男。好，我是周恒莹，来自台湾，我是台湾的演员，很开心这一次可以来参加这个盛会。那我竞选的角色是性感女神。Hey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明宇， I'm from America， I'm here for Transformers 4， 我这次来的角色是动作型男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雅丽，我今天来到这个就是变形金刚4的演员招募，我是参选那个可爱萝莉。大家好，我叫吉利，来自云南昆明啊。那么我是来参加《变形金刚4》中国演员招募的选拔活动。那么我参选的角色是性感女神。我叫班超，来自新疆库尔勒，我竞选的角色是技术宅男。作为一个表情帝的我呢，一直喜欢表演，在这里呢，我觉得我一定会胜任这个角色，加油。大家好，我是乔乔，我是来自北京的选手，这次我来参加变形金刚4演员招募的活动，我是来竞选性感女神的。我叫刘北，今年31岁啊，我现在在电影表演研究表演系的读研究生2年级，然后原来拍过一些广告，也演过一些戏，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好的相处，度过这么愉快的15天。我绝不放弃。啊，终于到了。这床比我想象中的硬，雾有点大。很舒服，很漂亮。一走进来的时候，一看到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形金刚4，所以有点紧张。还有一个牌子，这个是要我们写上我们的名字，然后贴在我们的贴在我们的门上。
好，我叫周恒宁。赵正、赵月、段冉、陈和、耀华。我们是性感女神组的，那么之所以怎么样来识别我们，就是我们穿着红色的 T 恤。我们是型男，所以我们是蓝色衣服。因为我们是可爱萝莉，所以我们穿红色衣服。我们是型男，所以我们是绿色衣服。变形金刚是每一个男孩的梦。所以参加这个电影呢，这个是我想不到比这更棒的事情了已经，所以我会做一切的努力来这儿。变形金刚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，有一个天才导演和一个梦幻般的团队制作的一个大片，我觉得它应该是所有男孩都不可能不喜欢的一个梦想吧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我来这的最主要的理由。其实我很喜欢它里边大黄蜂。因为我很喜欢雪佛兰那辆，一是大黄蜂，一个就是雪佛兰那辆车。因为我曾经在南京的大街上看到有人开过，然后跟着后面跑半天，像个农村小孩一样跑半天，看到以后发现是个非常丑的男的在开，所以我就Oh my God， 为什么我开不了？有这一段时间的培训，然后能认识这么多人就很好，非常羡慕的感觉，就羡慕他们那些人可以跟金刚一起演戏啊， 而且那个。卡通的质感跟电影真的完全不一样，你就觉得它是很真的。你喜欢跟金刚演戏，我可以带你去动物园。烂死了！哎呀，烂死了！玩一台车子够，玩一台机器人够，两个放在一起。变形金刚是小时候我们就会看的一部动画片，然后当时也非常喜欢里面的一些角色，包括它的一些那种其实就是给我们一种童年的回忆了。所以，那《变形金刚四》在中国去招募这个演员，我觉得我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的，所以我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天骄子，今天我来《变形金刚》的海选活动中，金刚的角色是可爱萝莉型，坐在我旁边的是我的妈妈。我在加拿大是中文电台的主持人，然后我也是一名歌手，所以对于这次选秀来说呢，我其实也很激动。所以专程跑回来了，因为我真的也很喜欢变形金刚，应该是几乎每一个男人都喜欢变形金刚，所以我就说好，那就拼一次看看，来参加这次比赛。谢谢老师，你真的很照顾我，你也懂得挖掘我的天分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必须出去外面看看，这个是我灵魂的渴望，我一直想做的事。那我也非常感谢你在这几年给我的滋养跟照顾，对戏剧的带领我们往前走，走在时代的前面，我这些都非常能够，我跟你的心意都是相通的，只不过我现在做了另外一个选择，这个选择不是跟你不同的选择，而是如果我以后学了多一点的东西，我再带回来给你，我可能还会运用在任何形式的戏剧里面。我觉得丰富我自己就等于丰富了我身边所有的人。之所以来参加《变形金刚四》中国演员选拔的这个活动呢，就是因为也是想圆自己一个电影梦吧。我听说你们有一个特训班，所以这是最好的可以让我梦想实现的地方。就从小到大，我都想成为一名演员，因为妈妈一直都是我，不管是演艺事业，还有包括我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，她都是忠实的观众，也是我的支持者。她在文艺方面也很有天分。所以呢，他喜欢做什么，我们就支持他什么。我如果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角色，很精彩的角色，一个动作的角色，可以打到人家心里面深刻的印象，我的这个演技，还有我的一个故事，那就是我的理想了。刘音，高雅茹，周雅丽，李建飞。傅园，
好吃。静怡、吉利、刘音、Jenny、张金吧，因为他那个人长得又好啊，但是那个口才又好，哎。异性选手当中，我觉得性感女神组的吉利非常不错，非常 sexy， 很有女神的范儿。吉利和赵倩，赵倩 ，Candice 赵倩了，非常非常大的缘分。对对，我非常同意，就是说真的，咱们就是来自五湖四海，都是为了电影梦想，然后聚在一起，因为变形金刚的这个，让我们大家就变成了一个集合体，一个大型的变形金刚，所以就觉得特别有意思。我们喜欢的男生是朱明宇、明宇、朱明宇、林露迪、林露迪、露迪、林露迪。最欣赏的异性是林露迪、林露迪、朱明宇、露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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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男神。郭壮，哎，你不要问我的照片，他们在哪儿？我异性，我很欣赏林丛丛，因为他跟我住一间房。我说的是同性还是异性啊？刚刚。哎呦，林丛丛变成异性了。说赵倩是我们之前就早就认识了。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，变形金刚我来了，吓谁呀？那刚刚集合的时候看到了一些选手，就开始有一些斗志燃起吧。他真的很帅啊！给我他们的房间号码，我们等一下过去。走，我们先过去。我最欣赏的异性朋友是，我最欣赏的异性朋友是一二，你能不能配合点？真是一。三，他。他会开门，我会，我可会了。我看看，直接你也进去吧。谢谢。你进去吧。进去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不就吗？可以演到。我想，对不起，因为我第一天来，我才跟大家上过一个下午的课，我还不确定我认不认识他们。他叫 Brownie， 他是我在那个台湾买的长手娃娃。你有的姓，你有的名。谢谢我。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段时间的考核和培训，他们能够展示出自己应有的实力。